我哦，我他妈做伊个伙，我若是卖结婚啊，卖结婚得，这人哦，只要讲到钱啊，就会伤感情。我嘛是为安尼，我甲阮太太的感情，也因为安尼伤着。小强。可是我这段婚姻让你这么艰苦，不然离婚好不好？叶少强，哪会伫遮啦？陆克甲我讲，你一个人伫遐喝闷酒，爱我来甲你带转去。跟我看起来是我想伤济，你真好嘛？搁有妹仔伫遐遮陪，你一点仔拢无优秀，你真逍遥啊！你莫误会哦，我只是拄好拄着恁翁，看到恁酒醉，要送伊转去。什么拄好？天开有这是拄好，我翁伫咧度，你就伫咧度，你莫咧超过伊，甲我哥哥电话无？你心好煞袂啊！你还要操蛋了胎气呢？你搞迄个面对啥问题啊？带这些，你真正拢会感觉歹势。你讲这话是啥意思啊？我哪有这个蛋了胎气？是嘲讽害的？是，是，真正做歹势。你喜欢哪只男版啊？我无想要跟你讲这么多，来回去啊！哎，我未讲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若是无啉烧酒醉，你做这会更笑呆，我真正讲袂出嘴。我叶少强，哪会娶到你这款某啊？这代志咱回去再讲，行。哇哦！我他妈做伊个伙，我若是卖结婚啊，卖结婚得。像这两个人的感情，结婚了后就拢吵进去啊。因为原因足侪啊，其中一个就是。比如讲，阮家的东西啊，就有三个，啊，伊就甲大家安尼争过来，搁争过去，免讲嘛袂合。啊，搁加上，阮太太，因后头厝甲阮家有生理的往来，这人哦，只要讲到钱啊，就会伤感情。啊，嘛是为安尼。我甲阮太太的感情，也因为安尼伤着啊，我做后悔呢。我感觉家己是要该做人。奶奶，你怕什么要哪做？你要甲伊离婚是无？我唔知啦，我唔知。哦，唉，还是讲吼。在我登记结婚的时候，阮丈人嘛有甲我讲，伊甲我讲啊，若是有一天我忍袂落去，还会去打电话予伊，伊会甲我讲。啊，毋过伊即摆脑中风倒落，还袂清醒呢，所以，我即摆我嘛毋知，我的心理温，也是伊的事。夜行进行，我好怕、啊！少强，可是我这段婚姻让你这么艰苦，不然离婚好不好？